关灯，喜欢关灯写歌。近期邓紫棋亮相的时候，很多粉丝都差点没认出来，原来她只化上淡妆，几乎是素颜出镜。众所周知，邓紫棋是一名歌手，很多时候亮相舞台都是浓妆艳抹，毕竟舞台是需要浓妆的，所以大家也是习惯看浓妆的邓紫棋。当她突然淡妆出镜，很多粉丝感到十分惊讶，淡妆给人的感觉确实很不一样。不过这也能够看出邓紫棋的真实颜值，淡妆下的邓紫棋颜值相当高，皮肤状态也非常好，而且化上淡妆之后的邓紫棋整个人都相当可爱，相当清纯甜美。不少小伙伴都表示，邓紫棋化淡妆让自己有了恋爱的感觉，淡妆出镜时邓紫棋展露的笑容也是相当治愈，而且整个人还很显瘦的，看起来相当精致。你觉得邓紫棋化淡妆的颜值如何呢？欢迎留言哦。喜欢就订阅呗。